沈浩，我们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不回家，也不接我电话？对不起。沈鹤。沈鹤，你明知道我会担心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？你这是故意在折磨我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愿意改。但是如果我没做错，你必须向我道歉。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申鹤。不管以后我们俩会怎样，我只需要你的一个答复。我没有交代。不要太平坦，
我想总有一天唐医生，你来了。主任，您找我。啊，唐医生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你一下。您说。申医生，因为什么原因要辞职啊？辞职？不用看了，我知道结果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准备离开这个城市。为什么？大帅，你不明白，我不能让唐雨佳知道真相。如果他知道了，他会认为是他毁了我，这样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伤害。可是你这样是在逼你自己走进死胡同啊。我宁愿一个人死，我也不要他受到伤害。没想什么，不会一晚上没回去吧？想小好了吧？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一点孩子的消息都没有。想他就去看看他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撇开楚子健的关系，你是医生，他是患儿，天经地义。说的也对啊，大大方方的去，反正你也不亏欠任何人。哎呀，徐伟业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记忆力有问题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自己找了。喂，雨佳，我正好找你有事儿，你现在在哪儿？申鹤的事儿，你等我吧。走了一大圈，又回到原点，我们该不该拥抱入眠？原来平淡的曾经让爱失联，可是精彩都只是一瞬间。转了几个弯，回头才发现，每一段都有你的成全。原来我错了，
以为你没有火焰，不能把我点燃，就不要在我身边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恍若过了一光年。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，却在找寻同样的脸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生命过了一光年。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再去荒废对你的诺言。拥抱入眠，原来平淡的曾经让爱失联，可是精彩都只是一瞬间。转了几个弯，回头才发现，每一段都有你的成全。原来我错了，以为你没有火焰，不能把我点燃，就不要在我身边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恍若过了一光年。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，却在找寻同样的脸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再去荒废对你的诺言。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再去荒废对你的诺言。